吼，溪底内底咧耕作，即个农民是非常的困苦。哦，要用电无电，就爱用柴油啊，这个啊，柴油啊头来发电，啊，定这个啊，屁股啊头定过去失窃，然后定来去用头剃。对，这十七个工夫来完成，咱的电多啊多啊多啊，大家多啊大家了，咱的农民的耕作，咱讲实在，啊，再做菜的吼，做溪底比做平地较赚钱。你说你那电啊嘛，啊有电，所有代志就解决一半。这是长久的，也是永久的，就让我们阳神村、义庄村的农民有好的工作环境。哎，希望那个我们在外的农民子弟能够回来耕作，有更好的那个耕作环境，就能够把农民叫回来。总共我们要花2000多万啊、哦，那甚至呢大概有五公里多哈的这样的一个啊长度了哈、哦。那同时也感谢哈啊咱在地哈啊李顺兴船长哈，针对每一个农民的同意书、买用签书后啊哈，我嘛感谢哈咱的这个啊代表会哈啊全力的支持的哈，感谢咱的李明哲议员跟我们的廖伟晴议员哈啊全力的支持所有的经费的哈，也非常感谢我们呐啊无论是家俊委员或是丁学忠委员哈，在中央也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啊，我们啊全力的来啊拨补这个经费，那我们二轮乡公所哈可以啊非常尽速的在年底能够完成我们所有农民的这个需求。